亲爱的街坊邻居们，大家好啊！哎呀，我又来了，在这儿要跟大家见见面。哎，我以前来的时候啊，是赵刚子他大舅，那么我今天来呢，是赵刚子还是他大舅啊？哎呀，我说，哎，老头子啊，这都到刚子家门口了，你不进屋，你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啥呢？你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呢？我这哪是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呀，我是跟街坊邻居打个招呼，我是怕大家伙儿啊不认识我。哎呀，能不认识吗？就你这模样，咋的，看一眼就会终生不忘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那么漂亮啊。你长得像刀郎。你说谁是刀郎啊？那我要是刀郎，你就是蝈蝈。嘿，朋友们，见过蝈蝈啥样没？就是这样啊，还是女蝈蝈啊。行了，别在这儿贫了啊。咋着？你进屋吧。不进。今天我告诉你啊，郑重的声明，我这刀郎不跟你这蝈蝈混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说你进不进？不进，不进就不进。你咋着？好，好。听好了 啊，你说不进啊？不进。今天你要进，咋着？你就是刀郎。对，我要是进我就是刀郎，我还就那我不进去我干啥来了呢？哎，屋里有人吗？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来了。哎呀，他大舅妈呀，你过来了。哎呀你看好。哎呀，老饭头啊，俩眼睛是喘气儿的，没看这舅妈拎那么多东西，快点。哎，我来，他大舅妈，你咋有时候来了呢？他大舅没来啊？来了，在门口了，说是不跟我混了。为啥呀？他嫌我不会说话，跟我怄气呢。那你这个人还怄气？老饭头，你干啥呢？俩耳朵是摆设啊？没听他大舅妈说嘛？他大舅来了，搁门口呢，你去把他接进来去。别生气，舅妈。二米呀、哎，你家小孩是不是越长越漂亮了？舅妈，你咋说那么对呢？越长越像俺家全顺风，可好看的呢。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！你在这儿蹲着，来了不进屋呢？我跟你说呀，老范大哥、我不好意思进去了。为啥呀？我要是一进去，那我就成刀郎了。不是你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呢？什么刀郎蝈蝈的，你就是个扁担沟。行了，到门口去，赶紧进屋吧。还不如刀郎呢、给我点面。你真是不是，我真不好。来喽！嗨，大家好。我现在不跟蝈蝈说话。我说他大舅啊，哎，你看你们两口子吧，一出门成双出对的，那多少人佩服啊！你们俩可别老怄气了啊！那我大舅这乐呵呵的样也不像怄气的呀。就是你们不知道，他这人就这样，只能哼，跟我别别扭扭的，只要一见着人就像个人似的了。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我一见着别人就像个人呢？我什么时候像过人呢？哎，你怎么能看出来我像个人？哎呀，我从来我都不……哎呀，我行了，大舅，你说的不会话了，给我们笑的都老尴尬了。对对对，大舅那个太乱了，捋。对，都是让你舅妈给我气的。哎呀，老范呐。你是个木头人啊！快让他大舅坐，我去沏杯茶去。对，那个舅妈，要不上我屋看看我儿子呀？对，老好看了。哎呀，我现在特别想看看，这孩子要是长得像钱顺风，那能好看到哪儿去呢？那个舅妈，在这屋，孩子，来，快去看孩子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不爱听他说话。来，坐。你看他有一句正经的没有？那叫什么话呀？啊，那意思长得像钱顺风，那也就不像个人了呗。哎，一听他说话我就生气。哎呀，你听他说话生气，你听不见不就完了吗？那我又不是聋子，我咋就听不见呢？他说出来我怎么能听得见呢？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两口子
夫妻之间，嗯，有四个字非常重要。哪四个字啊？难得糊涂。啥意思？有些话你必须要听清啊、哦，有些话你就得假装听不见。啊、哦，哦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有的听得见，有的听不见呢。啊、我有病啊！我听见了，那就是听见了，我怎么还能听不见呢？你这人就爱抬杠。什么抬杠啊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咱俩这么办，怎么的？为了让你心悦诚服地承认我的说法啊、哦、这样咱俩打个赌，我这200块钱啊啊啊先压你这儿，嗯，一会儿我就在这坐着，嗯，老米出来一看我，他肯定得说我懒，说一堆不好听的啊、哦、我就假装听不见，我给他采取一种装聋打岔的战术，我让你看我怎么用这个战术化解矛盾。锤吧！哎呀，啊，人家说了你一通，你假装听不见，嗯，然后你就化解矛盾了。对，骗谁呢？你肯定输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愿赌服输。你输了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我要是输了，这200块钱归你。好，你要是输了呢，再给我200块钱。好嘞，啊，啊，不是不是。我把200块钱还给你。你怎么这么抠啊？你要是输了，你得交我200块钱学费。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不能输。哎、你看咱俩谁输谁赢。好，那咱就赌一回，看着看看谁输还是谁赢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大舅啊，哎，快点喝水。好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哎，我给你倒，我给你倒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好。哎呦，我说老范呐，你说这家里来个且。他把沙发做个坑，我说你就不能帮我干点啥呀？啊，你说你这一天天懒的，天天闲着也闲不够，这人还说你呢，老伴儿，这有外人呢，你这么一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妈，我也没听出来咋就夸你了呢？我这叫夸你吗？你把那话再说一遍。我说你懒。天天闲着也闲不够。老大舅，你听见没？闲不够，都听见了吧？啊，他说我是一块他永远都稀罕不够的小鲜肉。哎呦我妈呀，还小鲜肉，瞅瞅你那堆囊囊脆，贼可爱。不是老伴儿，这辈子除了你，我谁都不爱。啊，这家差打的。哎呀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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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头子，你说你今儿个这么一打岔呀，打的我这心里还热乎拉的呢。哎呀，亲爱的老头子，你要再过来我就该躺下了。哎呀，老范呢，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啥事儿？出去一趟替我买点菜。拿钱。哎，给50，不够啊！你看他大舅大舅妈来这么多人吃饭，50块钱呢，不够。不够你就自己添点呗。啊？妈，这又听不见了。别装听不见，不够你就自己添。买啥烟呢？他大舅不抽烟。我不抽烟。行，你可别装糊涂，我再给你50，拿着。这回够了。这回听清了是吧？早点去，早点回来。哎，这老东西，好使不？高啊！一会儿你就用我这招，装聋打岔。祝你成功，谢谢。我走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没想到这装聋打岔好使啊！他大舅啊！哎呀妈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自个儿搁那捣鼓啥呢？啊，我说这个水果得赶紧吃啊，不吃就不新鲜了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哎呀，二米小米，快出来出来！来了，孩子们来了吗？赶紧把这水果洗洗，改改刀，弄两个啥玩意儿的啊？好嘞，啥玩意儿的啊？太太舅啊，哎，你坐着喝茶。好，我进屋陪陪他舅妈去。哎，好嘞，慢喝啊。哎，好，大嫂。哎，好。装聋打岔。这招好使啊！一会儿等我老伴儿出来，我也用在他身上，我试一试，看看这装聋打岔管用不管用。哎呀，
你可真好意思啊，人家大家都在那忙，你在这闲着，你真能坐得住啊？你什么，你发现了一只流氓兔啊？什么流氓兔啊？啊，我说你没眼力见儿啊。你说流氓兔是王小倩儿？人家王小倩那孩子多好啊，别乱给人家起外号啊。我说话你听不清啊？哎呀妈呀，你说我长得像明星啊？像什么明星啊？我说话你听不见吗？你说我长得像彭于晏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说老婆呀，你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我呀。我一直认为我在你心里是很丑、很丑、很丑，但是没想到今天我在你心里，那就好像是一只小鲜肉级别的小奶狗啊！哎呀，你今天有点反常啊。对呀，是得反常啊，因为你没有这么夸过我呀。我什么时候夸你了？你刚才夸的吗？大伙都听见了，一会儿说我长得像明星，一会儿说我长得像彭于晏，这家伙把我夸的心潮起伏波浪翻呐、啊！你的手就好像摸到了我的小心肝呐、啊，忽然间让我有一种找到了初恋的感觉。哎，你现在有没有我的这种感觉呢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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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你突然拉着我的手啊，我也是心潮起伏波浪翻呐、啊，就好像青春撞到了我的小心肝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是我的心。你就是我的肝。哎呀，要不怎么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伴儿，咱俩还得在一块儿啊。哎呀，夫妻的感情就像下大酱啊，越闷越香啊。对，两口子感情就得像熬糖稀一样，越熬越甜呐、啊嗯，而且还越熬越黏呐、啊。对了，黏得分不开呀、啊。老婆，老公，抱一个，来呀，来。哎呦我的妈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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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呀，我俩可啥也没看着啊，没看着。你还想看着啥呀？那个，那就舅妈来来来吃水果，吃水果。就是刚才还吵架抬杠了，这会儿这样式儿的谁受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就叫做爱恨就在一瞬间。哎呀，唱的忒好了。其实我们俩没别的意思。我们老俩啊就想给你们小俩打个样，告诉你们夫妻之间的爱情啊，没事儿就得保保鲜呐、啊。这声音没劲了，干啥？我跟你妈聊聊天去啊。大舅啊，大舅啊，你刚才干啥了？拉了他一下小手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就拉了一下手，嗯，就让我舅妈就这样式的了。对，哎呦我的天，就羞涩了。嗯，哎呀，哎，大舅，哎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我爸又给你支招了？是不是？太对了，你爸这招真的好使啊，装聋打岔。装聋？对呀。啊。怪不刚才咱妈说咱爸是装听不见呢，套路啊！套路，套路太深了，但是真好使啊！哎呀，你看见咱爸没？什么情况？呀，啥情况啊？买回来了，好使啊！师傅，装聋打岔高啊！嗯，我真是要甘拜下风了，你这招太好了，你赢了。愿赌服输，咱俩是谁输谁赢能咋的呀？我爸把那200块钱还我吧。啊！不是啊，我那200块钱，你说啥？我那200块钱！你妈突然间听不见了呢！你给我滚一边子去！你拿我教你的招对付我呀？好，小点声啊！不跟你开个玩笑吗？看看，200块钱完璧归赵嘛！回来了，太好使了，我都没想到啊！哎呦，
买菜的回来了，去的挺快呀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看你背后是啥呀？哎呀，老头子，下回咱家买菜还得你去。为啥呢？我给你拿100，人家给你找回200是吧？人家啥呀？找我200？不是你说这钱呢？啊，对呀对呀。这钱它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啥呀？你最能背后藏钱了。藏啥钱？这钱是他大舅的。对，是我的。好啊！我说你刚才甜言蜜语的，原来你心里有鬼呀！你又背着藏私房钱了吧？没，那钱它不是我的。我都看见了，那钱是你的。不是我的。是你的。不是我的。是你的。哎，行，你们二位啊，就别争了。啊、嗯。其实那钱呐，真是俺家老范的。你看，是老范。老范呢？但是咋着、啊？有一件事儿，那不能糊涂啊、哦！老范，哎，这200块钱成功了！哎呀，哎呀啥？哎呀，他大舅和大舅妈来了，咱不得请人吃顿去？啊，要是说请吃饭，也不能让你们请啊！啊，我来请，不瞒你说，老嫂子，我也有私房钱，他也有钱呢、哎，200块。二，哎，二，慢慢往回藏啊！我没看见。难得糊涂，孩子们，走，咱上饭店吃饭去。你大舅请客，对，我请客。老范大哥掏钱。